今时今日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老实人、老好人，在面对尔虞我诈、面对自私而虚伪的人时，是被降维打击的存在呀。非但不会获得任何的称赞，反而还愚蠢的像个傻子。之所以一个太正派的人干不过坏人，就是因为正派的人思想观念上的束缚太多了，而坏人是没有做人的底线的，这也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缘由。你有没有被人骗过钱呢？有没有遇到过明知道对方骗了你，而你却拿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当常规手段没有用时，你从来就没有想过应该用点非常规手段，于是只能唉声叹气的自认倒霉呢？你有没有在很多时候被别人耍点心眼儿占了便宜，而你明明心里很不爽，但却自认为自己是个正派无比的好人，觉得不能跟对方一般见识？谁让我是老实人呢？谁让我是好人呢？谁让我没他坏呢？想来想去只能强装无所谓呢？有没有遇到过蛮不讲理的人，理所当然地侵害着你的利益，而你想尽一切可用的常规手段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前段时间我被人骗了不到3000块钱，具体是怎么被骗的就不说了，反正挺丢人的。不过最后事情处理得很漂亮，不单单是我自己把钱要回来了，还帮几位同样被骗来的陌生网友把钱要回来了。其中一个女生还是用的小额网贷来支付的，被骗了双份的钱。她想等后来真赚到钱了还她的这点贷款，不是轻松加愉快吗？事实告诉她，理想是很美好的，现实是很残忍的。如果不是我正好牵扯到了这件事里，并且找到了他以及另外几位被骗的人，面对那白纸黑字的合同，面对别人公司的法务人员专门设下的这个陷阱，这钱就打了水漂啊。除了自认倒霉以外，找谁也不好使。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摆在几乎绝大多数的人面前都只有三条路，要么通过法律去解决，要么喝着命跟骗子玩，要么就认栽算了。第一条路走不通，第二条路不值当的，那就只剩下了第三条路，放弃很容易。但我做人不太一样，我虽然从来没有主动想过什么坏主意去害人，但我也从来都不是什么任人拿捏的烂好人。遇正派的人用正派的方式做正派的事儿，遇邪门的人也能用邪门的手段做正派的事儿。我们的确是应该为人正派点，的确是应该做个好人，但是不能让这些思想观念成为我们面对坏人时的枷锁。我想告诉诸位的是，我们只能对同样是好人的人讲原则。要想更好的在残酷的现实中生存下去，面对坏人时要比坏人更像坏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得了解这个世界上同时运行着的两套规则体系，一个是明面上的规则，一个是那些不被广为人知的规则。大家玩的就是这些规则，只是没人告诉你该怎么玩而已。坏人拿两套规则玩你，而你一套规则还搞不明白呢，可不就是降维打击吗？一个无知而肤浅的人是没什么资格当什么好人的。要么你根本难以生存下去，要么生存条件逼你学坏了，要么压根就分不清好坏，甚至都不认为有好坏。在这件事里啊，骗子的可恶就不用我多说了。那些跟我一样不偷不抢、坑蒙拐骗、伤害他人的人，只是为了做着小生意而上了当。我用非常规手段让不同的骗子公司把钱一分不差的还给了被骗的这几个人，让拿着所谓的合同来拿捏被骗之人的好事落了空。我也曾经想过试图端了这个贼窝，但是后来发现没什么太大意义啊。就算真消灭了骗子张三呢，有这样的环境就照样还会出现骗子李四。我拯救不了世界，能够帮助那几位陌生人把钱要回来已经够可以了。当然了，他们虽然是表示感谢我，但是要不了多久就会忘了我，而那些骗子却对我印象深刻。和骗子过多纠缠没什么意义，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家，让你们知道，只要你熟知这个世界的两套运行规则，找到对应的方式方法，你也可以让那些本来还牛逼哄哄的骗子公司突然改变态度来主动退钱的。当然前提是对方的确算不上是能够一手遮天的人物，否则我也无能为力。这个世界远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你想做一个好人呢，我奉劝你一句，一定要深入了解一下眼前的世界，在正派中带点匪气，我认为这是好人的生存秘籍，希望你学得会吧。同时也别忘了在台来小店支持下我的生意，这样我也省得被人骗了，虽然没什么损失，还多了点分享给大家的素材，不过确实是挺丢人的，想笑就笑吧，反正我脸皮厚，也不在乎这个。